嗨，Hello，现在呢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的时间了。然后刚才呢，我去 Seven Eleven 买了很多的零食，也不是很多啦，就是买了一些我很喜欢吃的，像是一些什么紫菜哈，在马来西亚我们叫紫菜，但是在台湾可能更多的地方都是叫海苔，给我们呢我很喜欢吃的海苔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面包，然后这个面包呢是想说明天早上弄来吃的，然后呢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，Hello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些就是我买的零食，刚刚去 Seven Eleven 买的，然后这个是Natural Seaweed， 这个我还没有吃过。这个比较多是可能韩式的，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放在饭里面，然后搅拌吃。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泰国小老板的，这个我也很喜欢吃，有一次我把它每一种口味都买来试吃，因为有时候嘴很馋。然后呢还有这个，这个是我在西北里面看到的。因为我为什么买它呢？因为我觉得它是哈尼口味的，很特别，所以我想要买来试一下。但是这个我今天晚上不会吃了，我会留到明天早上吃。OK， 所以就是这样啦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会一边看一些节目，然后一边把这些吃。OK。所以大家刚才都看到呢，我今天买的所有的零食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会把海苔都先吃掉，然后那个面包的部分呢，我会留，可能明天早上吃。那这些呢，都是我偷偷吃的，因为我不能够让我的boyfriend 知道，因为他很控制我的饮食，不可以让他知道我这么晚，然后我还偷偷吃东西，因为刚才才跟他吃了水果。结果我自己又吃了一大堆的零食，这个不可以让他知道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哈，我现在开的是这个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它打开之后它里面的样子，然后一片一片的，然后这个是吃不饱的，然后这个是偏辣一点的，辣口味的。好，那我就要来吃了。OK 的。OK， 这个是我选的，打开了，然后里面一片一片的。这是另外一个，这是另外一个口味的。然后呢，打开里面也是这样一片一片的。这个我会比较喜欢，因为它不要重口味。这个如果你买原味的话，它没有什么味道。但是如果你是吃素的，你可以买这个。